为着要让囡仔了解在地食材，县府农业处制作一套有关18乡镇特有作物的教材，适合全家伙仔做伙来读，并且借由线顶互动的食农小游戏，把食在地、食当归的健康饮食观念带予民众。食品安全，那包括对食物的认识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，所以非常高兴，那嘉义县终于编出了我们的食农教育教材。我们希望啊，透过这种从小扎根的食农教育，让小孩子的人格可以做更好的养成。一方面也真的啊，感谢我们的农民，因为嘉义县是农业县，那让他们对农民产生尊敬。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会长馆长佮含小朋友互动耍游戏，由馆长含老师画出在地农作物，让小朋友来摇。画出的作品是让大家笑嗨嗨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现来。你确定吗？是红来吗？是红来吗？还是菜头？没有把握的手就放下来，好不好？不要硬搞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小番茄。小番茄哦。我讲三二一，一起把答案讲出来哦。来，三二一。秋葵哦，两个都对，好不好？来，王章良讲，希望借由推广食农的教育，对细汉的囡仔来熟悉作物，尊重土地，对囡仔人格毛更加好养成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